嗨，大家好，我是陈志伟 Aaron， 我是新加坡立新娱乐制作的执行总监。那很荣幸受了四国五位朋友的钦点，来参与这个冰桶的这个挑战。所以呢，好，新加坡的李欣赏，新加坡的孙文海，马来西亚的黄义威，香港的法宅，还有台湾的谢宜君，你们的挑战 I accepted。 那作为一个公益活动，我觉得一个人太单调了，所以今天呢，我都找来我的歌台的一些好朋友来参与，所谓的嘛，多多益善，对不对？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歌台好朋友。请大家支持我们的渐冻人，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也希望呢可以呼吁大家一起来捐款，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加油！确实会有那种很刺痛又很寒冷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那几分钟的疼痛比不了那些就是一时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我希望刚才我们的挑战呢能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希望你们能帮忙协助这个 ALS 还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那希望大家用爱来关怀这个世界。好，所以刚才我已经接受了五个人的挑战，那现在我是不是要挑战三位，对不对？一定要的嘛，对不对？好，那我就挑战新加坡非常著名的这个电影大亨，就是 Coverfilm 的总裁林德先生 Sterling Ting， 然后还有这个新加坡也非常出名的这个明星风水大师慧介师傅，还有一位我妈妈说他唱歌根本基本都不用力的，这位台湾台语女声歌后陈诗安，就是你们的24小时里面接受挑战吧，拜拜。